出去吧，压他路边了还。多少钱？这个小的，198。198。200泰铢。我产价格190。190，那也就是说40来块人民币吧。多重呢？不知道。就这个吗？不是，在那边。嗯，还缺的那个是吧？这个太硬了。嗯。这个太硬了，太硬了，就是没有熟是还是太熟了？没有熟，硬。刚才开的那个是坏的，然后老板让重新选一个坏的，他就放在这旁边的。我要泰国人做买卖还是比较怎么说有良心，看到你买坏了，让你重新选一个。好好选啊，别再选一个坏的了。OK。嗯，看他切出来什么样，这个会不会也是坏的啊？现在泰国的榴莲价格也是蹭蹭蹭一路往上涨，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榴莲是什么价。嗯，满满的一盒，满意了吧？走吧，走吧。